萱萱怎么了？哦，你知道吗？我男朋友去改装机车了啦。他超夸张的哎，原本后照镜长这样子，他改成这样子是怎样？他以为他开公车的。还有，他每次骑车都是这个样子啊，是怎样？他就是会飞起来哦。还有那个过弯的时候，你给我这样，是哪里不平衡啊？他一定不会骑车。他每次骑车的时候，他穿一整身的防摔衣，好像自己会随时会往上的样子。他每次骑车的时候，我都很不爽，好像在一只猪一样。排气窗的声音就像这个样子。难道你又换了避震器？然后在那边闪坑洞，然后又说什么装了坑洞会坏掉？那个屁呀！花了好几万去改缸改传动，说什么有多快有多快有多快？每次等我都迟到，是多快啊？每次等红灯的时候都这样，啪嘛，没有人在看你，只有警察在看你而已啦。他今天花那6000块去改那什么碟刹卡钳，我帮你换就好了啊。他上次花那6000块改那什么鱼脸啊，他会不会下次花6000块改一只瞎子的尾巴？我真的实在不敢想象那台机车会长怎样。